我们要加加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在地方哦，真的爱加油啊！雨中新厂要警政署长好好处理治安问题。汪美惠眉头紧皱，因为南投学甲88枪枪击案，还有两名嫌犯在逃。哎，要求唔当哎，什么去对去对，哎，真正无看。枪击案18号再逮到4人，共犯结构共7人，落网的5个人被收押，但关键的孔姓枪手还有洪姓主嫌依然逍遥法外。针对这个枪击案件的相关共犯以及他的一个上层部分哦，都是在查清。那另外枪手确实哦，我们也知道，而且也在追缉中哈。不只是重大枪击案，还有多名警界高层爆出出入88会馆，引发警界风纪丑闻。黄明昭表示，现在调查报告已经接近尾声。比方说有影片的哈，这个同仁有进出的话，我们都是受调，都是要调查哈。那看他的一个违纪的情形来做相当一个处分。如果你要减100又动100，还不如整体动300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体上面我们大的案子都是希望警纪可以改善嘛。要他们拿出成绩来给我们看，然后如果没有，我们后年审预算的时候照这个决议来对你们加强严格要求。内政委员会对警政署明年度的预算案冻结删减样样来，治安问题再爆发，风纪丑闻两头烧，事情一天没落幕，影响的恐怕会是全台警局。镜新闻赵杰收尾采访报道。